你是奶茶控吗？如果是，但明知喝多奶茶对身体无益，却无法控制喝奶茶的欲望，别担心，安利公司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需求。安利公司推出了这新款 Bodykey 奶茶口味的营养代餐，耐饱，营养价值高，控制热量，增肌减脂，以及提供能量给细胞活起来。那奶茶控的朋友为何应该选择喝奶茶口味的营养代餐，而不是典型珍珠的奶茶呢？这款奶茶味的营养代餐比起典型珍珠奶茶多了九倍的蛋白质，因为健康的细胞最需要的原料就是蛋白质，除此之外它还有多五倍的纤维，更加有助于协助肠道健康，防止便秘和降低肠癌的风险。它的糖分比典型珍珠奶茶少三倍，卡路里少两倍，那么身体的糖分少了，新陈代谢提高了，糖分就不容易转化成更多反式脂肪藏在身体的内脏和肚皮里，就协助身体更加有效控制血糖和胆固醇水平，达到健康的体重管理。为了满足奶茶控或想尝试奶茶口味代餐的朋友们，这个月安利公司推出了波霸奶茶的三个组合。那如果你购买其中一套组合，就可以以25令吉买下价值180令吉的纽崔莱环保波霸奶茶杯哦。我第一天去公司抢购的时候，安利公司仅限白金拼级以上的会员抢购，真的剩不多，但给我抢到了。这一个就是纽崔莱环保波霸奶茶杯，每套含有一个波霸奶茶杯覆盖、纯素皮革手提杯套、一个可重复使用环保金属吸管及清洁刷组。有兴趣了解或下单的朋友们，欢迎联络我们哦。